恭喜你已经找到一个每天跟你说晚安的人。谢谢，谢谢。我看你现在蛮吃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硬的。恭喜你已经找到一个每天跟你说晚安的人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而且你知道，你刚刚就我在后面，就是我很早就来，就在后面看他表演。然后你脱衣服的时候，我一直啊！我看现在可以脱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脱，好想要看。哎，我们来。我不要。唱歌。我不要。你们想要听唱歌还是听我弄他？看吧！哎，你们这什么？哎，你的歌迷你的歌迷都叫什么？小星星。小星星，那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心里。你有没有后悔找我当嘉宾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真的？对，我只是比较害羞型。闷骚吧，不然你干嘛脱？这是被经纪人逼的。哦，经纪人逼的。哦，所以其实你没有想要脱。没有，其实脱我发现，然后其实蛮帅的。帅呀、啊。因为练的也蛮辛苦的，所以一切都蛮吃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硬的，硬。我听说。安静的夜晚，头脑还不想停，我爱骑着脚踏车。再一次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哎，我在那边认真伴舞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，爱我的时候。安静的夜晚里，头脑还不想停，我还骑着脚踏车载着你，陷入了大海里。我笑着看着你，片段的回忆抓住我的心，缘分还是第一，像悲剧的电影，我学会至少我们拥有了曾经，这是我的决定，决定把我们变成美好的记忆。